再讲这个，靠嘞，不然这个，靠，他怎么没有名字？是啊，就拍光了。到底啊，我想洗一下。啊，我们先讲这两个好了。我现在主席要干嘛？找到水管哦，水管在这里。啊，观众sorry，我看错了，这边是我的主线啊。我以为这边是我家哎、欸，我在想说，我昨天在想说这边是哪，然后反正我们先把水管过去吧。不能太乱了，跳什么？那个在做了，怎么办？